这一生的热情的投资都是疯狂，疯狂的开始买。海报机、标准化的校正器、标准化的光影，各种跟这些相关的东西都开始投资。为什么我看不到国外的展览的一些感官的价值，也看不到国外的一些环境的美好？为什么要买设备？是要证明自己有办法做得到。为什么可以做到让我鸡皮疙瘩都起来？你根本不想走啊，你就非常 enjoy 在这一幅作品里面，可以慢慢的看，慢慢的欣赏，慢慢的研究。我对影像的感官热忱，就是我自己看清楚，我非常喜欢。没有看到的很难感受啦，其实你就算在脸书写的再多文字，你都无法解释那种感动，就真的太漂亮了。可是当你不在乎后端的品质的感官呈现，我觉得这个感官的价值是不在的，这个作品是不耐看的，你的论述再好其实都没有太大意义。